好比照案例哦，讲上届我彰化市这居民的信用中心福安庙，嘛来流传着一段捡地塞变好业的传奇故事。这新任的里长廖文林哦，国家事务会以及补助费用转数甲捐出去做善事，用心争取建设，嘛来得到里面的娱乐甲肯定。何必交完你临近彰化市福安庙历史悠久，供奉着土地公、土地婆，是居民的信仰中心。建庙由来流传着一段趣味的过程，予人津津乐道。福安庙是由来是清朝时代吼，以前就是无化学肥厂，就是有一个姓杨的就对啦，是捡地塞。有一天就是遮有一个，遮福安庙遮拢也无。也无迄个乞讨的公庙，就是一个草包啊，有一只猪吼来，伊就听候要捡地塞，只猪就是伫咧路大滚那要食，吼，就是然后伊当要一直听候听候真久，就是去路到一暗零啊银，伊等于做生意赚个上百万呢，伊当来还一间脱离公庙。为着实际照顾里面，里长真有心，规划以福安庙为起点，筹款兴建老人会馆，提供老弱妇幼搁较侪服务，充实丰富生活。我阿公当过四任的那个里长，那民国82年是在他任内的时候翻了这个福安庙。那我这次出来选里长也是受了土地公的指示。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个中心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扩展到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买地的计划，那我希望说将来可以规划成就是一个老人的会馆。那在老人会馆的部分的话，我会建立一个图书馆，好，然后二楼的话是一个所谓的才艺，就是一些妈妈教室，然后或者说一些亲子教室。那一楼的部分的话，我会规划给老人家泡茶，就等于说让他们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过来这边，大家聊聊天，打发一下时间，这是我将来的计划。里长廖文林是全河美唯一硕士高学历的里长，虽然是新人上任，不断身段柔软，服务更加热诚，感动不少义工跟着伊做伙打拼。里长的志工，哪咧做功德的？我搁兼运动啊，里长是服务足好个啦，袂较输一个查甫人啦。里面共同付出，出钱出力，福安庙的主委学到少年人真打拼、真用心。里长嘛将长辈当作是模范，更加感谢长辈看教。主委伊算讲乐善好施，喜欢跟他结缘，嘿啊，所以平常时伊若种个菜就是，后来才会左邻右舍吼。啊，若阮庙的福安庙若有活动的时候，伫咧买个时阵，伊就提供菜头，用安尼，阮就去准备遐个平安餐。因为主委是算讲阮里来诶长者，吼啊，伊自少年变到即卖时阵，啊，搁一直咧奉献，一直咧布施，所以这是我学习诶一个对象。因阿哥较早做里长做偌济届嘛，拢安尼讲，嘿，啊，伊即卖换伊传落伊嘛，拢足好，又拢加参考，要安怎做好代志，建国个好代志啊，我是讲吼，你卖了伤济啦，了十外斤，月金了无够啊，搁付出啦，我即卖托你讲，不要伊嘛付出足济啦。啊，足好心的啦，善的啦，较迄落啦，拢足工帮忙的啦，工过啊，透早去做。你啊像讲迄殡仪馆，你啊是叫叫李长去甲领的，小姐呢，伊嘛去甲领呢，这无当做这李长啊。李长陈文林无私奉献，事务费或者是补贴费用，拢全数捐出来做善事，争取硬体建设或者是照顾弱势。伊一步一脚印，秉持着服务的初衷，唔敢辜负土地公伯托付加众多乡亲的期望。大中华新闻陈文清、何美采访报道。